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站出来。这个故事系列已经跟我走过11年，叶问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，我们的尊严受到挑战，我们怎么站起来？这个是叶问的意志而更新。 因为他已经做了3次了，佢一着咗个退场衫就好似变咗叶问。喺动作上面，我比较想去重沉稳啲啊，比较老练啊。我是闽南嘅功夫高手嚟嘅。咏春大战太极，这场戏整整拍了将近10天的时间，单手跟单手对打，这个是叶问前3部从来。 都没有。跟子弹先生系好重要嘅一部分，每一次佢都会有好多好好嘅意见。Otherwise, my hand is here. I don't want to turn and then have to kind of wait. The time is off, right?自己以往演这个人物的经验，琢磨这个人物的思路。1、2、3。 能够有塑造这个人物出来的，不容易。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。我觉得演员能够演这个人物4次那么多了，是幸运。我今次再发觉佢已经完完整整喺度演。